就是不是说有紧缩智能可以放在我们的边开会边挤奶。我觉得我要哭了。你要哭了吗？是女生擅长的那个什么，一个头脑可以做一样的事情。场地了，我就先推他。但原本他是蛮热情，就是给我们被你捕捉到。连按摩都要开会，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。刚刚弄他，我忘记跟他们说要改时间了。对，因为我觉得他那边他可能也不……你刚刚说什么？因为我刚刚跟嘉珍姐试衣服，有超多衣服都超难 zip 起来，然后我觉得自己好大只，就是赘肉超多，然后就心理压力也很大，我要开始减肥。然后你在这边跟我斜对面给我吃芋头酥跟蛋黄酥，超好吃，吃一口要不要？不要，一口就好。我要吗？为呢？还是算了，还是定了还不行。那你刚才干嘛把它打开？就是一个感觉。那你打开你吃吧。你先吃。为什么？你要胖，你跟我一起胖。你又换一个了。我想说，都开启这扇门了，好像再吃一包也还好啊。没有要减肥了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，我刚刚头脑里面盘算过今天吃的什么，那只可以吃一点零食。今天吃的什么？我喝的麻油鸡汤，三颗水饺。你今天只吃麻油鸡汤跟三颗水饺？没有，喝了真奶。你吃完了饼干，现在在做运动，就是那个个体的后果，有什么好讲的啊？对对对，就是因为我觉得 Sunny's Face 的那个3D 的那个，譬如说，我觉得它是立体的那个是非常全新的我们的一个概念。毕竟这是第一个在香港 launch 的 party， 我觉得大家对我们没有那么熟悉。刚刚在开什么会？开你的会啊！上次也是开去巧虎乐园，也是开你的会，现在也是开你的会，讨论就是我们到底那一天 launch party 你的媒体访问，你的背板要长什么样子？为了维护你的形象，这么简单的事情还要开会？拜托，这是细节的精髓哦！给我一块橘色的板子就好了。你知道你在那个咖啡厅里面中间是有一棵树的，把树锯掉？不是锯掉，那又怎样？那只是想到说这一棵树也很适合你拍一些照片，帮我们做发图，结合了我自己自身也在很常拍这种东西，加上就是品牌立场，当然要让你表现得漂漂亮亮啊，帅帅气气啊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me, Happy birthday to 爸爸, Happy birthday to me, Yeah. 再吹一次吧，爸爸要再许愿。好，我们要许愿哦。OK， 许愿。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领袖，Mel， 当 Mel 愿意把这间公司完全的献上给神，把他所有的员工，他手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他的家庭，他的孩子，他所有神赐给他的产业，当他愿意把这一切
摆放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好像靠自己的努力跟控制来抓住这个所有的一切，而是就像刚刚牧师分享的，他的依靠是神，他的信靠系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也不是靠先生，当然先生也很值得很可靠，但是有一位更可靠的是爱我们的天父上帝。我觉得当他愿意完全全心交托跟依靠的时候，神要把这个天上地下所有最美好的祝福都赏赐在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欢迎你来。若有人在基督里，我生命全属于你，因你为我设计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。明天就要去香港了，什么心情？问你啊，什么心情？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团混乱的心情。一团混乱，有什么好混乱的？怎么了吗？议员没有瞧好吗？不知道，我这两天心情复杂，感觉好多事情，好多东西都还没有做好的感觉。Baby， 你放屁了！很臭，很臭！我毒昏了。I'm sorry， 我已经昏迷了。Good， good night。很臭，很臭！我哋而家去边啊？香港。香港啊！欢迎上，欢迎。影咩？我哋一齐影张相。好啊！预祝成功，预祝成功。现在要准备参加 No Mail 的香港首发。老板。嗯，还可以吗？应该还可以吧。你不是要看一下问题？昨天连我们的品名都忘记了。没有哦。前导义。讲成精华义。哦，不一样是不是？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。当然。哦，其实咧，我都系一个香港嘅女婿，系咪咁讲啊？女婿。女婿。你都是一个不进餐厅的人。请问你，我也蛮想要知道维系这个。所以我们两个的维系甜蜜的关系，只有在订餐厅这件事。所以就是安排我们。只有订餐厅是只有那 quality， 那我没有安排 quality time， 我没有嘛，我没有。我们在 quality time 的时候，你在用手机。Do。我在安排我们工作行程。剩下的他们会去找餐厅，他们会去安排。不要再找餐厅了、嗯，我们现在就是三个人 me time， 好好的出来玩，嗯、好好的开心的玩、嗯，不要再用手机了、嗯。然后他就突然扯到说：“我去到海边，我穿泳衣，我的身材。”我现在也不要用手机，你就给我扯到你的身材。就头脑很多东西在想啊，然后可能我这位先生。/大明星就会觉得，哎，我没有很好的陪伴两位，但其实我也很希望可以陪伴两位，但我头脑就是很多东西在分身，在想这件事情，嗯，然后就会觉得很委屈，哦，就已经人都在了，但又要处理事情，然后要做这个做那个，然后去到海边穿泳衣，对，然后我又会觉得我的身材就是有感觉，你知道吗？我内心没有。外在哭，但是内在哭，就觉得哦，要对自己的一份责任感，希望身材慢慢可以恢复回来，就会有又有你看没安全感、没自信，又有需要陪伴家人的 me time， 又要处理事业，蛮困难的。对，大家来庆祝 celebrate， 所以我们现在要 welcome， 觉得
很懊恼，我也不想要他觉得我们很烦，但我用一个拉扯。米呀，你跟妈妈好像啊。你觉得目前是你人生 loading 最重的时候吗？绝对是啊。就是压力很大的感觉。好顺畅，我哋嘅 skincare journey。你声音为什么现在变这样？我不知道，我想要说我生病了，但我觉得我是太累了，因为我一直很用力的生活，对吧？香港街道好朋友，对，其实香港很好拍。怎么样？今天的活动还好吗？我觉得蛮好的，但我已经累到一直一度在场内放空，还没有停过多久，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话。要回台北了。想念我们的床，想念女儿，想念女儿，超想念的，迫不及待想要看她完成了一个重大的任务，重大任务，感谢，很感恩的感觉。现在是半夜的1:12，我们刚那个坐完飞机回来，行李都还没有打开，接手，接手二女儿，帮我弄一下眼镜吧，加油，加油，好棒，睡一口了，丫丫，哦，你喝完这一口就可以睡觉了。请耶稣，我们要来保护丫丫。每一个是丰盛，一个是喜乐。谢谢耶稣。现在晚上要睡觉哟。也要祝福你们两个孩子能够有好的睡眠，能够睡得安稳、平安。穿给他吗？睡好觉，一觉睡到天亮。好了，我讲故事给你听，再给你。去哪了？我去米兰了，要帮你买东西。拜拜。